清醒了，享受在上帝的同在当中，阿们，Amen. 一起来拍手。谁战胜黑暗罪恶的权势？谁还有能力远胜过一切？荣耀的君王，万王之王耶稣，谁命令雷声震动这世界？谁令人惊叹他奇妙作为？荣耀的君王，万王之王耶稣。歌声里去传扬，越过山岗到各地方。歌声里去传扬，说基督已降生。谁从混乱中会震怒，是故大胜利成为神儿女。荣耀的君王，荣耀的耶稣，谁统管烈火以真理公义？在他荣耀中闪耀如光明。荣耀的君王，万王之王耶稣。
我在你手里，我在你手里，而你永不失败，我只需要你，你永不改变。垂听我祷告，放下一切，当我是会描绘这天边，以你应许恩典，我能找到回家的路。现在我看清，你眷顾我一切，永不离弃。扬起你的声音来唱。我 let me down， 写的真实，你的爱围绕我。我在你手里，我在你手里，而你永不失败，我只需要你，你永不改变。 Oh, let me down, oh, let me手里，而你永不失败，我只需要你，你永不改变。 Love won't let me down, Love won't let me。Amen， 神的爱让我们不失败。Amen， Amen， 好不好？今天在这进入到十二月的这个季节当中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季节，对吧？但是让我们今天一起来高举那君王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 Amen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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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e on， 让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，因为他顾念我们，顾念着我们每一个人，他也看过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。今天在敬拜的时候，我祷告他要来满足你的需要。 Hallelujah。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。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你赐下荣耀尊贵，作为他冠冕，使地上万物都俯伏在他面前。我算什么？你竟顾念我，我没做什么，你却垂怜我。当我未出生以前，你先爱我，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。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，深知你多么爱我，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，虽有苦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当我放下自己，垂靠你怀里，向他来唱，我的灵雀跃欢欣，不停赞美你，耶稣基
督，我的救主，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，耶稣。从头来唱，人算什么？人算什么？历尽苦难，世人算什么？历尽眷顾，他你赐下荣耀尊贵，作为他冠冕，使地上万物都俯伏在他面前。我算什么？你竟顾念我。对了，来唱。我没做什么，你却垂怜我。当我未出现以前，你先爱我，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。大声来唱。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，深知你多么爱我，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，死亦有苦，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当我放下自己，垂靠你怀里，我的灵全然欢喜，不停赞美你，耶稣基督，我的救主，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心。让我们更多的来唱。当我抬头，当我抬头仰望，为了全心的仰望他。深知你多么爱我，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，死亦有苦，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让我放下自己，垂靠你怀里，我的灵雀跃。我的救主，你的宝血，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，哦，耶稣。一切，我深知道世上所有都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Come on， 全然的交托，来唱。不再悲伤，不再彷徨，你的爱拥抱我，遮盖了一切。将我与你的爱隔绝，不再悲伤，不再彷徨，你的爱拥抱我，遮盖了一切。我深知道世上所有都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那么我们再来唱，不再悲伤，不再悲伤，全然的交托。 Come on， 不再
盼望，你的爱拥抱我，遮盖了一切。我深知道世上所有都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，我们大声的来唱，甚至你多么爱我，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，死亦有苦，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高举我们的双手，当我放下自己，追靠你怀里，我的灵却越欢喜，不停赞美你，耶稣基督，我的救主，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，耶稣。的心乐夺走，我眼中只剩破碎和苦痛，我永不要走，我永不要走。再来唱，当黑暗来临试图淹没我，当忧伤将我的心乐夺走，我眼中只剩破碎和苦痛，我永不要走，我永不要走。Come on, 来宣告。My fear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 My fear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 My fear.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 Yeah. Come on, 来唱。天会不能再隐藏心中。Come on, 大声来宣告。而谎言也不能再捆绑。一切失去失败抛在脑后。我永不要宣告，我永不要走。My fear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 My fear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 My fear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 My fear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 My fear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 Oh, come on, 你打了一段开恩和锁链。你打了一战胜死亡毁灭，你复活打了一宣告，是命满有能力，是命满有能力，你打了一战胜死亡毁灭，你打了
生死亡毁灭。那么我们来宣告，你复活大能已拯救一切，生命满有能力，生命满有能力。My fear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. Come on. My fear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 My fear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 My feet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 My feet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他这边说到，当我们站立在神的爱中的时候，恐惧就不能使我们害怕，他没有任何的机会使我们胆怯。 Amen。 因为我们依靠的爱是永不更改的爱。 Amen。 我们依靠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爱。 Amen。 我们依靠的爱是完全的爱。 Amen。 如果你相信了，大声说 Amen。 如果你相信了，你可以在十倍大声说 Amen。 Amen。 让我们一开始一起来为了自己来祷告。也许在你的身旁，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的人事物，当你想到你要去面对的时候，你充满了恐惧；当你想到你要去跟他对话的时候，你充满了担忧；当你想到要去面对那个科目的时候，你心中只有紧张与害怕。但在今天，我们做一个祷告跟宣告，是我们因着依靠神的爱，这些恐惧都算不得什么了。 Amen。 让我们依靠神的爱，这些恐惧都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机会。 Amen。 那么高举双手，我们来祷告，祷告神的爱胜过这个恐惧，祷告神的爱胜过这人的话语，祷告神的爱胜过这人的拒绝。那么高举双手，那么数到三的时候一起来祷告，一二三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祷告，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宣告，这些恐惧算不得什么，因为我们依靠的是你，依靠的是那毫无保留的爱，依靠的是那完全的爱，依靠的是那永不动摇的爱。我们上帝，我们就是向你来祷告，向你来祷告，这些恐惧没有任何机会来对我们有影响，我们就是来祷告。就对了，萨格拉斯，下班了，来，在这里面祷告，对着这恐惧来宣告。My fear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 My fear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 My fear doesn't stand a chance when I stand in your love.左右两边说，神的爱胜过一切的恐惧，神的爱胜过一切恐惧。那麻烦大家可以慢慢的回位子上面咯。
流出宝血，洗净我污秽，将我的生命赎回。为了我的罪，牺牲永不悔，显明你极大恩惠。我深深体会，你们要邀请所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主的饼跟主的杯，献上自己用追随。或伤心或凄美，或胜利或死别，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。哦，你爱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我心田。或天旋或地转，经沧海里桑田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你流出宝血，洗净我污秽，将我的生命赎回。为了我的罪，牺牲永不悔，显明你极大恩惠。我深深体会，你爱的宝贵，献上自己永追随。或伤心或凄美，或胜利或死别，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。哦，你爱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我心田。或天旋或地转，经沧海里桑田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哦，你爱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我心田。或天旋或地转，经沧海里桑田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圣诞节最棒的就是上帝他付上了自己的亲生爱子，为什么付上了这个代价？他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，他本来可以不用这么做。所以今天当我们在领这个饼跟这个杯的时候，是带着一个满怀感恩的心，感谢他对我们的爱。所以在主被卖的那一夜，他就拿起饼来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我们众人舍的，我们一起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。饭后主又拿起杯来说，这是他的血，与我们所立的新约，我们一起来领受。耶稣，谢谢你付上了所有的代价。上帝啊，谢谢你，不管我们的过去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已经为我们死了，你就为我们复活。上帝啊，谢谢你把这样子最好的恩典要给了我们。我们今天向你献上感谢。在这个季节当中，我们祷告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这样子的爱跟祝福。我们祷告我们的家人跟朋友也要能够来经历。谢谢你耶稣，向你献上感谢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，多找几个人，不同小组的至少五个人好不好，跟他说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。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，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。人再来
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我能去哪？除了你是人作践，我想赴你，你是他的恩典。何等的爱，你大能手扶持我，太柔美，何等柔美。我能去哪？我能去哪？除了你是人作践，我想赴你，你是他的恩典。何等的爱，你大能手扶持我，太柔美，何等柔美。我愿降服高举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我愿降服高举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请让我们更多的来敬拜他。我能去哪？主人你是人作践，主啊我降服你，我降服你，你是他的恩典。何等的爱，大能手扶持我，太柔美，何等柔美。主啊我能去哪？我能去哪？除了你是人作践，我想赋予你是家的恩典。边敬拜的时候思想神的爱，思想你第一次遇见他，他说我爱你，我毫无条件的爱你，我愿相负，我愿相负高举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神的儿女，若是你说你相负，举起你的手，相负高举。思想神的爱，在你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认得你。当你还在母腹的时候，他早已拣选了你。你有一个的权利是能够遇见神，你有一个的权利是当你呼求神的名字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就沛然而降。这是神给你的权利，你有那一把钥匙，是能够打开天国的钥匙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做的第一个祷告，
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可能一些事情拦阻了你，可能是你的骄傲，可能是你的懒惰，可能是你的喜好，可能是你真的没有那么在乎了。交在神的手上，为着你自己来祷告，因为你应该是那一个手时常握着那钥匙，当你说主啊的时候，天门就敞开了。在你的家庭呼求主的时候，天国就在你的家庭。在你的校园的时候，你说主啊，你的天，你学校的门就打开了。神的同在是与你同行的，神的同在是你所行之处，神的国度就在哪里。所以是什么拦阻了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向神献上祷告？年纪不能拦阻你，经验不能拦阻你，因为来到神的面前，神要为你挪去。数到三的时候一起来祷告，一、二、三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为着我们自己来向你献上祷告。主啊，是什么让我们拦阻了我们？主啊，是什么让我们不愿意去寻找这一把的钥匙？主啊，把他们手上那紧握的，奉你的名离开他们，离开他们。主啊，那一切的骄傲，主啊，那一切习惯中的败坏，主啊，那一切的罪。主啊，奉你们名，你的宝血已经洗净他们了。主啊，当今天的呼求主名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爱就沛然而降，主啊，你的大能沛然而降，主啊，你的医治沛然而降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是哥拉巴巴呀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是流啦啦啦啦啦，为着你自己来祷告，为着你自己来祷告，是流啦巴巴呀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是流索呀啦巴巴呀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是流啦啦啦啦。我属你，永远属你，我愿降服高举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今天晚上我想要为一群人来祷告，你说你好久没有享受在神的同在里面，或是神的爱的关系里面。不是说我想要讲，我想要表达的是，那个神的爱包围你，那一种你只想要留在这个神的同在里面。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一位神，他毫无条件的爱你，即使你觉得你再不好，即使你觉得你再糟糕，即使你觉得、哦、我又不认识他。今天想要为你祷告，如果有这一群人你在的话，待会我们再一次唱的时候邀请你来到前面。我要再讲一次，就是你觉得你好久没有经历，或是你说我现在好想要再经历那一次那个跟神爱的关系，我要做一个决定，我要献上那炙热的爱，我要献上那炙热的爱。你说我今天跨出我这一步，跨出我的舒适圈，我要献上那勤奋的爱。你走出来不是证明给人看，是你告诉神，神我跨出我的舒适圈，是你说主啊，我想为你牺牲，因为我只想要得着你的面，我只想要与你在那爱的关系里面。所以如果待会这是你，那我们再一次唱的时候，我想要邀请你来到前面，我想要为你祷告。我属你，永远属你，此时此地愿你升起，你的荣耀就在这里，从天堂到地极，主你赎回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，就是此时此时此地，愿你升起，你的荣耀就在这里，从天堂到地极，
回我生命，我属你。主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，此时此地，此时此地，愿你深信。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此时此地，此时神等你，此地那无条件的爱，神情那没有任何低等的爱，的那任何不需要你付出的爱。这里从天堂到地极，主你赎回我生命。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一起的来唱，此时此地，此时此地，愿你深情，你的荣耀就在这里，从天堂到地极，祝你赎回我生命，我属你。永远属你。让我们同声开口，一起来祷告。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无论你在台前，还是在你的位置上，为着你自己来向神祷告，呼求耶稣的名字，告诉耶稣说：耶稣，我爱你。耶稣，我爱你。耶稣，我爱你。更多来敬拜，我能去哪？除了你是恩座前，我降服于你施加的恩典，何等的爱，你大能收服使我，太荣美，何等荣美，荣耀君王。荣耀君王，你的鞭伤了医治，神的儿子彰显你的真实，何等的爱带我进入你恩赐，真美好，你真美好，我愿高举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。那么我们来敬拜，更多的来唱。我愿降服，高举你。荣耀君王，荣耀君王，你的脸上的一致，神的儿子彰显了点真实，何等的爱
带我进入你的恩赐，真美好，你真美好。有人来唱，我愿相扶，我愿相扶，高举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我愿相扶，我愿相扶，高举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我愿相扶，高举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最后一次爱神的来唱，我愿相扶，高举我降服，要高举你的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 Amen， Amen。 最后我们做一个祷告，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让我们活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。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，主啊，重新燃起那我们炙热的爱。主啊，让我们不是只是在形式里面，而是一段爱的关系里面。主啊，你也帮助我们，不是总是藏在日常，而是我们是要更多的寻求你的面。主啊，更多寻求你的面。主啊，也帮助我们，让你的话语更多进入到我们心里面，因为你给我们那一把天国的钥匙。主啊，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，主啊，神的爱就再一次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你的国度，当我们呼求的时候，就在降临在我们所在的地方。也是谢谢你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更多的来寻求你，给我们更多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每一日都经历你那爱的同在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Amen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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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。今天聚会结束的时候，跟你旁边的说，寻求神是我最重要的事情。寻求神是我最重要的事情。叫我才心痛，一生一生随